人性的弱点，卡耐基思想最精华之作，听书实用的人际关系著作，影响千万人的思想和心态，杨子新年心愿书单观看次数35773次。2020年12月13日，721分享储存，每日一书快读。人性的弱点，豆瓣评分8月2日至卡耐基思想理论最精华之作，听书实用的人际关系著作，影响千万人的思想和心态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每日更新，听更多好书。https://www.youtube.com/channel/usa……。人性的弱点，卡耐基思想理论最精华之作，听书实用的人际关系著作，影响千万人的思想和心态。英文原作名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。人性的弱点，作为卡耐基最成功的励志经典，荟萃了卡耐基思想理论最精华的部分。该书在1937年首次出版，刚一上市就风靡全球，几十年间被翻译成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主要语言，全球总销量已达 1.5 亿余册，被视为社交心理和沟通技巧的圣经。它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。发明之王爱迪生，相对论鼻祖爱因斯坦，印度圣雄甘地，米老鼠的父亲华特迪士尼，建筑业奇迹的创造者李维父子，旅馆业巨子希尔顿，白手起家的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，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洛克等等，都深受卡内基思想和观点的激励和影响。除了自由女神，卡耐基就是美国的象征。纽约时报由卡耐基开创并倡导的个人成功学，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有志青年迈向成功的阶梯。通过他的传播和教导，无数人明白了积极生活的意义，并由此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约翰·肯尼迪，美国第35任总统。我从8岁就开始读卡耐基先生的著作，现在的年轻人们，你越早读卡耐基的作品，你的人生就越早获得启发。沃伦·巴菲特，股神，全球著名投资商。戴尔·卡耐基的这些原则如魔术般令人震惊，他改变了3亿人的命运和生活。鲁伯特·默多克，美国传媒大亨。人性的弱点，作为一本实用的人际关系著作，从人性本质的角度挖掘出潜藏在人们体内的弱点，使人们能够充分认识自己，并不断改造自己，从而能有所长进，直至取得最后的成功。在过去的77年里，戴尔·卡耐基的忠告带领着上千万名读者攀登上成功的阶梯，无论在事业方面还是个人生活上，他的箴言不断被一代代人实践与验证。在出版史上，本书创造了全世界图书销售空前的纪录。在经济萧条时期之后，本书满足了普遍存在的人性的需要，触动了读者的神经，
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其特有的借鉴价值。作者简介：戴尔·卡耐基 （Dale Carnegie， 1888-1955年），20世纪最伟大的成功学大师，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，著名演说家、心理学和人际关系学家。戴尔·卡耐基出生于1888年11月24日，逝世于1955年11月1日，享年67岁。1904年，卡耐基高中毕业后就读于密苏里州华伦斯堡州立师范学院，他是全校600名学生中5、6个住不起市镇的学生之一，四处打工弥补学费。1906年，戴尔·卡耐基一篇以《童年的记忆》为题的演说，获得了勒伯蒂青年演说家奖。这是他第一次成功尝试。1908年，他成了全院的风云人物，在各种场合的演讲赛中大出风头。1908年毕业后，他受雇做了一名推销员，后来又以贩卖火腿、肥皂和猪油为生。推销工作虽然很成功，但不合他的理想。他想过更有意义的生活。于是他将他一生中最重要、最丰富的经验汇集在《人性的弱点》一书中。卡耐基一生结过2次婚，第一任夫人是一位法国女伯爵，婚姻仅维持了10年。第二任夫人姚乐斯·卡耐基于1944年和他结婚，是他的门徒和事业的继承人，并给他生一女孩，取名 Donna 唐娜。戴尔·卡耐基毕生致力于人性问题的研究，创立独特的熔眼奖、推销、为人处事、智能开发于一体的成人教育方式。代表作《人性的弱点》《人性的优点》美好的人生、沟通的艺术等风靡全球，被各个国家和阶层奉若经典，无数读者由此走上了成功之路。在他辞世半个世纪后，他的书仍占据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畅销榜前列，被誉为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。目录Chapter 01：人际关系的基本技巧。想采蜜就不要招惹蜂巢。人际交往秘籍：能者纵横天下，庸者踽踽独行。Chapter 02：赢得他人喜爱的6个方式。广受欢迎的奥秘：如何建立美好的第一印象。记住他的名字。你想变得健谈吗？如何引起他人的兴趣，让每个人都喜欢你。 Chapter 03：如何让他人想你之所想。争论永无赢家。如何避免树敌。坦率承认错误。一滴蜜糖。苏格拉底的秘密。对待抱怨的安全方式。如何取得合作。创造奇迹的妙方。体谅他人。没人会拒绝这样的请求。电影、电视都是这样做的。任何方法都不奏效的时候，请使用杀手锏。Chapter 04：成为领导者，如何改变他人。挑错的时候，请用这种方式。
怎样批评不会触犯众怒？先承认自己的错误。没有人喜欢听命于人，给对方留足面子。如何激励他人走向成功？用美誉激励他人，鼓励对方勇于改变，让对方乐于为你做事。 Chapter 05创造奇迹的信。 Chapter 06幸福家庭生活的七个法则。这样做无异于自掘婚姻坟墓。别用爱绑架对方，请勿相互指责，学会欣赏。女人眼中重要的是，不要忽视这一点，不要做昏盲。后续卓然于众的捷径，每天读一本好书，每日用30分钟的时间感受读书的快乐，让我们变成更丰富更好的自己。井号人性的弱点，井号卡耐基，井号人际关系，井号听书，井号心理学，井号每日一书快读，井号畅销书，井号有声书，井号每日读一本书，井号每天听一本书，井号人性的弱点听书。24则留言。游戏神通 _法师法音分享。